你就用圆有啊？你家里是圆的？你猜？抓到！啊，都阴刀我捌治过啊，啊正常啊，嘿啦，啊伊圆啊，啊过个红溜溜挂水的，你猜不？哎呀，啊唔啊，我不过哦，抓到了啦！还有还帅吗？嘿啊，陈文山啦、马国贤啦、我啦，我拢去滚过。是的，我玩过。我要你们俩结婚，我包100万的红包。哎，100万，你起码要变几百？缩水20万呢？你上次说120，现在涨哦，100二啊，是有条件。因为我讲过都忘记了。好，你们俩结婚的话，我包160万。赶快结了啦！假面情侣又来练宅了。自我介绍开始。杨兄妹，白云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。躲白云不抽奈呢，到死都要在一起，这样会不会出人命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哎，这本西郎在嘛？感动一点，观众宪哥上爱你这首歌啦，真的哦，好，对啊，来吧，不抽奈。那这个好，今年哦，尾牙赚翻了，对不对？我是老板，我会想说叫杨秀威来吹个喇叭嘛。跳跳的这个舞，韩剧中有许多令人怦然心动的接吻方式。韩国心理网站 Mossy Story 近日刊登文章，表示从女生接吻行为中可以分析她的真实性格。请问下列何者叙述错误？错误的哦。A. 在对上嘴那一刻闭上眼，代表女性沉稳冷静。B. 接吻时睁眼，代表女性自尊心强。C. 接吻时靠着对方肩膀，代表女性聪明狡猾。我来示范一下好了，靠对方肩膀，好吧，示范一下好了。面对面对，眼睛正在面对。你这个，你这个拜龙来炸财，你去拜龙，你去拜龙，四处拜皇帝。不能比啊 ！CP， 我们是 CP 啊！没了，我 CP 啊！好，准备个，然后赶紧等公布出来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keep 哎，恁两个 keep 板板的 ，keep 板板，真的板板板板，你是要办告别式哟？好啊，我要你们俩结婚，我包100万的红包。哎，100万，你起码要变几百？缩水20万呢？你上次说120，现在涨哦，120啊，是有条件。因为我讲过都忘记了。好，你们俩结婚的话，我包160万。赶快结了啦！我真的要为了160万葬送了我的幸福吗？葬送了我的体能吗？太吃鸡了嘛，对不对？全台湾赌盘开起来，对不对？好 ，A、B、C 到底哪一个答案是错误的？请举牌。来吗？的。好 ，A 跟 C 都有 ，B 就是没有。B 接吻的时候睁眼睛，自尊心。哦，当中有一个错误，感觉合理，请看正解。七，哎呀，哎，心脏脆弱了，哦，哎，难道是讲经验老也是有差？哦，他可能亲完，在激情过后，然后马上就松软，贴在胸口，想要被保护的感觉，所以就心灵脆弱。容易感到寂寞，腿是这个意思啦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今天寂寞上久的啊，怎么样？对啊。你来怎样？我来抒情话。对。然后我们说杨秀慧，安利有男朋友？无固定的啦。我心我心，他袂肯看清啊。我心啊，就在情啊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摩铁相较一般旅馆，常有许多增添情趣的装潢与设计，尤其情侣套房附设的都是圆床。请问，下列何者并非圆床最初设计的用意 ？A. 象征数字零，代表两人关系没有尽头 ；B. 视觉效果，激发情趣 ；C. 增加两人的亲密度。要问摩铁哥哦，好，摩铁哥当时摩铁一哥已经是圆房了，对对对，我其实都是在看天花板的部分，因为有12星座，我没有注意到说床到底是圆的还是扁的，还是方的啊？你应该看到第3个星座，整个事就结束了。那我看过好几 round， 抓喽抓喽，哎，从头看到尾，然后再一直看好几 round 过去。OK， 请举牌。就是，哎，
A 比较多呢。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激情嘛，原床跟正方形床有什么差别吗？当然有差喽，都是一个视觉效果。不是原床怎么会突然有激情呢？哎，拜托，差在哪里？我觉得会有，原床会有。我跟你在原床上面也没有激情。对啊，男女朋友啦，所以人家才说圆房嘛。今天晚上我们圆房，有这个意思。对啊，圆就代表一个圆满的意思。对，可是圆床比较不好。那个啊，不会啊，我睡啊，我就下去，我家在圆床啊，不是因为你翻的比较好湿。你家你就用圆床，你家里是圆的。抓到，哎呦，小戴，没联网，西大颗，啊都阴到我捌见过啊，啊正常啊，嘿啦，啊伊圆啊，啊规个红溜溜挂水的，你知无？没有，啊唔啊我不会哦。抓到了，他有没有睡过？对啊，陈文山呐、马国贤呐、我啦，我拢去滚过。是的，那玩玩，玩玩。哦，我四个人哦，躺在那边哦，真的会摔下床底哦。你休息定啦，没有，当事人怎么来？没有，有点来当事人动手，为什么要用圆床？对啊。因为圆床很浪漫呐、啊，就会就像他说的，有视觉效果，激发情绪啊。几百块，几百块，你来口吞个口吞。几百块，几百来口吞个口吞被六块。你是猪猪精哦，慢进啊！干嘛穿穿脱脱啊？我先夹个金毛都唔敢夹，夹你点油。我今天还。所以你是认为有这个效果？浪漫，我觉得浪漫。而且圆床哦，睡不了边边会掉下去。啊，对。哦，对，边都是这样，没有边边，所以两个人就增加了亲密度啊，要抱着，要不要滚下去？对，你敢看这个人心机大当？怎么了？他就弄圆床啊，心机当啊。你讲那你 motel 就算了，他在家里耶。哎，我家圆床关你屁事啊！没有啊，每天家里都是浪漫嘛。对，正确答案是。哦，哎，不是啦，我 A 啊，对啊，我们选 A 对啊，我们选 A 没有，不是选 A 不对 ，A 是错误的 ，A 没有这回事啊，没有，所以选 A 啦，他没有这个代表啦，对啦，怎么可能是零？圆床更好装饰，有气氛。对啊，加上视觉绽放，情侣们思绪更放松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好像会耶，真的。对，然后有时候对进去的时候好像圆形居多，我现在突然有画面，有画面，所以我现在好放松哦。哎呀。